世尊住在舍卫国，悉数几孤独月。一天上半夜，佛陀身体发出的金色光芒，又绕整个园区七匝。不光是几孤独长者的家金光灿灿，就连整个舍卫国都是如此。与此同时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金色莲花飘洒在整个舍卫国。那金色光明中，有数不清的化佛齐声说道：如今的娑婆世界，心皆是情，有情佛相继出现在这世间。最初成就佛位的是居留孙，最后成就佛位的是楼智。听到这话，交成如尊者、摩诃迦叶尊者、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都结束禅定，带着各自坐下的弟子250人来到了佛陀身边。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带着1000位比丘尼，几孤独长者带着3000位男居士，毗舍居母带着2000位女居士，也都及时来到佛陀住处。同时来到现场的还有摩诃萨级别的大菩萨，有跋陀婆罗及其16位菩萨眷属，文殊师利菩萨和500位菩萨眷属，以及欲界、色界诸天、各大龙王、夜叉鬼神和乾闼婆等一切大众。
当时，优波离尊者站起身来，顶礼佛足之后说道：“世尊，您之前受记弥勒未来当成就佛位，然而据我观察，这弥勒身虽出家，却不修禅定，不断烦恼，实乃凡夫之身。他身怀命中之后，又当往生在哪里呢？”你要认真聆听，用心思量，如来对宇宙中所有一切都如实了知，绝无虚妄。今天在此，当为你们再一次为弥勒菩萨受记成佛的盛况。十二年之后，弥勒在人间身怀命中之后，必定得生兜率天宫院，而在兜率天上有500万亿修习深度禅定的天子们，为了供养一生不出的大菩萨，就依照各自能力打造了极度奢华的宫殿，并取下镶嵌有摩尼宝珠的天冠，长跪合掌发愿道：“我今用这无价之宝的摩尼宝珠和天冠，来供养这位即将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大菩萨。如果未来能够得到他的受记，那就让我的宝珠和天冠化作庄严无比的供养资具。”这些天人发愿完毕，他们手中的宝珠和天冠即是化作500亿天宫，每座天宫都有7层七宝合成的城墙，每一座天宫都发出了大光明，每一光明都有惊艳升华的莲花，每一莲花又化作500亿七宝合成的宝树，每一棵树叶都有500亿颗宝珠，每一颗宝珠发出了500亿种金色光芒，光芒中又幻化出500亿绝色天女，那些美女都站在树下，演奏出各式各样的微妙音乐，那些音乐无一不是在演绎甚深微妙的种种佛法。每一棵树上结出的果就跟玻璃一样，所有的外境无一不是映现在其中，那玻璃发出的光明又旋弯转，还发出大慈大悲的佛法。每一道城墙都高达62由旬，厚14由旬，有500亿龙王护卫着城墙，每一位龙王都会及时浇灌那500亿七宝之树，每棵树的树叶
在微风吹拂下，彼此之间相互接触，都在演绎有为皆苦，万法本空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寂灭为乐，等等这些高深莫测的微妙佛法。兜率天有一位名叫劳度拔提的大神，他眼见这殊胜无比的场景，也随即站起身来礼拜十方诸佛，而后发愿道：如果目前所拥有的福德能够为弥勒菩萨建造善法堂的话，就让我的额头上长出一宝珠吧。他话音刚落，额头及时生出一颗宝珠，那宝珠中流出无尽古力、琉璃和七宝，其中的紫干摩尼宝珠晶莹剔透，发出的光回旋在空中，化作了49重微妙殊胜的宝。每一根栏杆之上镶就了万亿之多的摩尼宝珠，栏杆之间自然化生了9亿之多的天子和500亿的天女，每一位天子手中自然出现5量之多的七宝莲花，每一朵莲花都发出异光，这些光明之中自然具足了种种乐器，这些乐器不需要人去演奏，就会自然流露出美妙无比的天乐。当这些音乐响起，那些天女就会手拿乐器载歌载舞，是在演绎十善之业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凡是听到这些歌舞的天人们，都会及时生发菩提之心。这些水游走于雕梁画栋之间，